庄姐明天回上海了。我早说过，有些人和事不能奢求，该离开的总会离开。 下车的时候让别人帮你取，别逞强。你现在是在担心我呢吧？走了。还有事儿？我跟你说过吧，你侧脸挺好看的。你收敛点。 陈麦冬。 你就是来送我的，对吧？有什么区别吗？当然有。那有什么意义吗？没想好。